你讲你要利用张嘉玲，是不是阿丽用？啊，是不是跟刁弟比较对？那要紧哪有作用？我会婚姻就一定爱清清气气，袂当有任何误解。安尼张嘉玲才有机会对我的看法来改变。我爱巴肚虽然足疼，害你袂死，我就投来接我哩啊！我见过你啊，不准搁再找张嘉玲的麻烦。哎，张生有淡薄仔正常啊。囡仔当然袂当留伫个雪里的巴肚底啊。不可能啊，巴肚当然囡仔，哪有可能有啥物遗传缺陷的病？ 就算我对不起雪莉，我嘛必须要安尼做。趁钱囡仔还细汉，毋甲摕掉啦。囡仔若无啊，张嘉玲就会认为我回头的机会变大，我甲伊离婚的代志，张嘉玲伊嘛会开始丢毒，甚至对我就无信。我跟他陈阿公，我的成果绝对袂当袂了工，所以你一定爱支持我，我拢是为着咱的将来。你讲你要利用张嘉玲，是不是要利用？啊，是不是跟刁弟比较对？若要紧，哪有作用？ 我的婚姻就一定要清清气气，袂当有任何误解。安尼，张嘉玲才有机会对我的看法来改变。我爱巴肚虽然足疼，害你袂死，我就投来接我哩啊！我见过你哦，不准搁再找张嘉玲的麻烦。哎，张生有淡薄仔正常啊。太子爷，你看着无？你心爱的查某人伫我的手头，你一点钟以来，我的我家，若无，伊会足凄惨的哦。免一点钟，我人伫遮，夹着我女朋友的人。 我绝对袂放。你毋是一个人，你有爸爸妈妈，我爱你的这么寂寞，唔通这么多强啊！囡仔当然袂当留伫个雪里的巴肚底。不可能啊，爸爸倒来囡仔，哪有可能有啥物遗传缺陷的病？就算我对不起雪里，我嘛必须要安尼做。趁钱囡仔还细汉，咱甲摕掉啦。囡仔若无啊，张嘉玲就会认为我回头的机会变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